华帝巨能造，请请您收看本期精彩看点。哎呦，最闪亮的组合就要出现了，哇，好美丽啊，好帅气啊，原地跨越不行了，要跑起来，勇敢一点，往前跑，能不能够创造属于你的奇迹呢？好莱坞的巨星蜘蛛侠，哇，希望他能够成功。 Batman， 好样的，罗基米亚，小心，快点，快点，快点，哇，欢迎谭贤信，谭爸爸加油，冒险，别松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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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由湖南卫视倾情为您打造的全国最火爆，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挚爱，我们的华帝巨能造，智勇大冲冠。我是刘耀。大家好，我是玲玲。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山超级人气美少女吴霞。大家好，我依然是青春阳光活泼可爱老帅，老帅的 KK。那么在这个烈日炎炎的照射之下，我们今天的大冲冠又要拉开战幕了。对，好棒哦，所以说希望大家在这里能够越战越勇敢，越战越快乐。没错，当然今天呢，我们首先还是非常精彩激烈的这个三关 PK。首先欢迎我们这边的爬山虎队，欢迎，还有我们的保护神队，欢迎你们。来，我们首先派出我们的精兵强将，三、二。好的，同样的，还有，哎，小心，哎，好优美的一个后空翻，无敌风火轮直接去了水里。Let's go！ 我还没有问他准备好没有，就跑上去了，势在必得。哎呦，哎，小心，小心点，你看爬山虎果然不一样，就像一个壁虎一样紧紧的贴在我们的。刚才这个头掉的很漂亮，但是现在又掉回去了。按照箭头的方向把身体调整过来，来，起跳，哎，好哥，好可怜呐。做好准备没有？做了。势在必得。是。三二一 ，Go！ 好嘞，来，转到外圈。来调整。天哪，我们的转盘真的是非常的疯狂。协调力非常好。保护神竟然有神的称号。一转方向的时候转向，哎呀！哇，随着水花四溅呢，我们保护神队又有一选手落水了。来，三二一，冲！各位队友要注意了，每一分都非常重要。好的，也许，哎呦，钱也不要了，丢掉了他的一支战靴。等会儿我在怀疑刚掉的一支选手，他抓紧，啊，太厉害了！我们听到了勇者的怒吼。那你知道你那只鞋在哪儿吗？在顶棚上。看一下，顺着顶棚的方向。你扔在那个地方，等我怎么下来我就不管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保护神三号就要出发了 ，Go！神队，哎呀，还有送了一只鞋，哎呀，发现凡是掉下一只鞋的选手都有希望，看看是否能捡鞋了。看来送鞋不是每一招都那么实用啊。来来，二一走，送人，送，哎，送鞋，为什么现在是一个选手带着一只鞋在我们赛场？希望这只鞋是一个好的开始。不如顺便一把袜子，抬头把头抬起来，对，抱紧，抱紧，好，漂亮，哇，太厉害了。那么现在你们是为自己的队友呢赢得了两分，所以是你们，包括你，还有落水的，对，获得一台咱们华丽的热水器，恭喜你们。接下来呢，就要请出这个在湖南卫视现在非常火的彩虹哥。哇，跟你讲呢，在汪涵大哥主持的《月桃》里面，每次秒杀都可以，而且这个足智多谋啊，智勇双全，是不是？彩虹哥今天把彩虹也给带来了。我的老婆彩虹嫂。哦，彩虹嫂啊，你真的有眼光啊！彩虹哥加油！好，有没有信心，彩虹哥？有信心。好，有信心落水是不是？是的，肯定。来，三二一，冲！希望我们的彩虹哥哥能化作一道彩虹，横跨在我们的冲关赛道之上。
彩虹哥哥恩爱还有带着那妹妹来冲关，彩虹哥哥你的手要抓牢呀，哎呦呦哎呦呦向前冲向前冲、啊、我觉得彩虹哥哥听完这个歌之后绝对是手软脚软，果真如此。3、2、1 冲 go。彩虹妹妹站起来。哎呦，彩虹妹妹这个开游泳馆的肯定平常经常游泳。好，现在玲玲你可以唱彩虹妹妹了啊。红彩妹妹哎呀哎呦，五段跳往前的关系一定要跑起 来，你行的。好嘞，哇好厉害呀、啊、她可以这样反反复复，人家这样都不走寻常路啊。刚才听我们的这彩虹妹妹给大家介绍啊，她的这个平常的工作呢是一个自己的创业者，正跟许许多多刚刚出生的小宝宝们一起准备了漂亮的彩虹游泳池，这也是我们要鼓励新生代的朋友们能够多为自己发展创业的道路。我们彩虹妹妹顺利的哇，哎，但是你得松手，得爬上来。彩虹妹妹好强啊，过了三关，彩虹妹妹似乎是消耗了不少的体力，彩虹妹妹一定要好，松手跳哇，好的，你成功啦，现在只需要一小步往前跨，稳住，好的，恭喜你现在已经闯过了四关。彩虹妹妹你可以的，你有实力，我们相信你，我们希望你可以画出一道漂亮的彩虹，一起登上我们胜利的彼岸。哇，看样子是在前面消耗了太多的力气啊。大家好，我是马栏山的烧烤哥。哎呦，我家做的烧烤非常的好吃，有一个东西是我自己自创出来的啊。是什么？它的名字叫做如意丸，是我自己独家特制的，吃了它让你事事都如意，年年都发财，谢谢。好了，也祝这烧烤生意兴隆。好，来听听你们的冲关口号。智勇大闯关，你我都喜欢。好，幸运大魔方扔。好，四关冲 go。 哇哦，直接从第二个栏杆上钻过了过去，加油。好，我们的烧烤哥来到第二关。哎呀，看来臂力不错嘛。这个烧烤哥平时烧烤最擅长的动作就是拿把扇子、人工扇风，看看这个手臂的力量是经常锻炼的。这个让烧烤哥一下羊肉串都被转来转去了啊，直接被转到了水里。全家一起赛，生活真精彩，耶、yeah！ 好嘞，好的，四关，四关，三二一 ，Go！ 松鼠妈妈出发啦！哎呦，在刚才那一刹那，我突然特别感动，对呀、啊，觉得有很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就大闯关不但可以玩到好玩的赛道，拿到奖品，而且可以找到很多的亲情在。是呀、啊。好了，好，加油，松鼠妈妈。哎呀，这个五段跳又难住了我们松鼠妈妈。来，三二一，冲！松鼠爸爸出发啦！哦，好样的，叔叔耳朵掉掉了，但是叔叔尾巴还在后面。啦啦啦啦啦啦！松鼠爸爸加油！松鼠爸爸为了家庭地位，为了他的消毒碗柜，好厉害！你要注意，想办法来到外圈，但是你现在的身体的方向是反的，想办法转身。感觉哇，有尾巴保持平衡真的是很厉害、啊、他说了，在家里面看电视节目说了无数遍，撑杆跳，喊爸爸，撑起来，喂，哎，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好的，往上爬。啊，看来这个选手是有备而来啊，戴了白手套，不对哟，这是跑起来，这绝对是研究过我们赛道，而且做过仔细的思考的，你不能踩梯子，梯子是女生赛道，你只能抓绳子。爸爸加油，爸爸加油！花了太多的时间，但是已经拿到了滑梯送给你的消毒柜一台，恭喜！来，恭喜你！卫视智勇大冲关，我们来了一个班，滑梯电器谁来搬？我们来搬！啊，非常有气势，三
好，四关冲！来，加油往前闯啊！前面有我们的华帝电器，有成功的喜悦，有成功的荣耀，还有我们的美女玲玲在这等着你呢。大哥，我在为你加油呢，快跑起来！加油！哎呀，哎呀，这个迈步的动作，他是使尽了全力啊。我们这位先生的这个体型也不是那种苗条型的啊，看你够不够强壮。这个负重能力一定要强啊。奥哥，哎，突然我想到了一个谜语，你跟这位大哥站在一起打一个字。我们俩打一个字啊？对。这位大哥呢，无论是哎呀，好，公布谜底，就是一个胖子。好，我们的黑衣侠女冲上了我们的赛道。黑头发，好，快站起来，往前跑，黑位置。好，保持平衡，跨上去。好的，接下来是五段跳，我们要提醒选手，每一步不要跨得太高啊，因为跨得越高，这个步侠女加油，步幅就会越大，难度就会越大。哎，他直接是连人带马冲向了第四段跳。哇，大家有没有觉得我现在特别帅特别可爱？没错，欢迎到来自桂林这些摩托车的爱好者。哎，啊，听说我们的摩友呢是骑了8个小时的这个长途摩托车过来。智勇大冲关，有胆你就来。扔。好嘞，长途跋车来到这儿，我们要通几关呢？哇，三关，冲！我又来到了赛道上。好，来自桂林的摩托骑士又一位来到了第二关前。第二关对于他们来说都应该是非常轻松的，因为骑摩托车，很多经常骑摩托车的朋友都知道，经常骑摩托车的人臂力都还是比较好。哦，平常呢，经常在这个户外的时候，驾驶你的这个脚下的这个坐骑去游山玩水，看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感觉呢就有这种骑马信马游江的感觉。对，如果说这个骑摩托车、开汽车的被称之为绅士的话，骑摩托车的就是骑士，现代的骑士精神，骑士、就是、绝不放弃，加油！起跳成功了，哎，这个很难上去的。他仍然没有放弃。这个很难上去，但是他依然在努力。太可惜了，离成功只有真的是半步之遥都多了。冲！哇！天哪！他在打滑梯吗？这个他连跳好的动作真是令人惊叹。接下来看看这个考验手部力量的横杆能不能顺利的过来，这儿是踢也没用，撞也没用了，只能靠手。哇，好像还不错哎！一下一下的传过来，恭喜你，你现在已经非常顺利的闯过了第二关。这位在网络上做服装销售的朋友啊，一定是很有这个新锐的眼光，知道怎么样来寻找新的途径，为自己的这种销售想好办法，希望你能够找到好的途径来闯关。哎，稳住稳住，这儿坐稳了，没错。好，期待选手过来，撑手不要往下滑，撑住了，身体往前。哇，成功了，很棒啊！过了四关了，接下来第五关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最终的考验了，终极挑战。好，在你的前方，在那个小方块里面有一个弹床，离你最近的这根蓝色的绳索，抓紧。哎，可惜了，脱手了。好，我们在这儿恭喜我们这位服装店的老板啊，恭喜拿到了我们给您送出第四关的奖品，那就是华帝的消毒柜一台，恭喜你。我的荷塘，我的音乐，经历荷塘系列夜手机短信互动，手机电竞充到1066988206，新款折叠单车，经历荷塘系列夜手机，时尚上网粉等着你，答题越多获奖机会越大，赶紧发送短信赢取三重大奖吧。华帝聚能造提醒您，下一节更精彩。蜜蜂哥哥加油，快站起来，站起来！小蜜蜂，你能飞起来吗？哎呀，对闪电的组合就要出现了！哇，好美丽啊，好帅气啊，原地跨是不行的，要跑起来，勇敢一点，往前跑。哇，哎，能不能够创造属于你的奇迹呢？Rookie 小心，快点，掌握住了。
来，欢迎谭贤信，新米露，加油，新米露。其实我都非常看好谭贤信，好莱坞的巨星，蜘蛛侠，希望他能够成功。Batman， 好样的。笑得甜蜜蜜，哇，欢迎我们的花蜜粉哥哥，好可爱啊。哎，这个呢我就知道了，这应该是防风衣，对不对？对对，我问一下，这些蜜蜂它会蜇人吗？会蜇人。您是要把真的放出来吗？你跟他说不要蜇我，只蜇他好不好？不行不行。对，那你跟他说句话。安全吗？安全。你们两个确定不要闪开一点吗？温柔温柔啊，才想起来他戴了这个防风的面具，我没戴。蜜蜂蜜蜂冲冲冲先锋扔。好可爱，我试关蜜蜂哥哥赶快出发，哇，快跑快跑，快把你的宠物带过关吧，蜜蜂哥哥加油，快站起来站起来，这个帽子完全是很影响他。三二一冲 Let's go！ 哎呀，这位蜜蜂哥哥真的辛苦啊，对，刚才穿那套衣服还没有下水就已经全身打湿了。是啊，小蜜蜂啊是所有的花丛中最勤劳的那个甜蜜的使者。哎，蜇人也挺疼的。哎，你知道吗？这个蜜蜂的这个蜂毒啊，可以治疗这个风湿。对于咱们这个，对于咱们南方地区这个比较容易患这个风湿的朋友们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传统的治疗方式。好，那么现在疯狂转盘前啊，这个选手一定要记住，第一个转盘一步跨过，来到第二个转盘的中间比较稳当。大跨步，慢慢调整到外圈。小蜜蜂现在有点害怕，你做得很好。来，按照箭头的方向把身体调整过来。需要把身体的方向调整一下，你这样反着很容易把自己给转晕了。但是我们要告诉你，还有五秒的闯关时间。时间流逝得很快，小蜜蜂你能飞起来吗？在规定时间内，它落水了。站在舞台上的这两位呢？是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时候第一批我们湖南专家救援队的两位队员，你们好，非常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欢迎。问一下，就是我们湖南地震救援标，像你能解释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吗？让我们大家一起用双手保护我们美丽的家园，用双手来拯救生命，来拯救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好，谢谢两位。来，你们好，来，二一。哎呦，五官，来，准备，一 ，go， 冲！跑起速度来！跨起来！第二关对选手的上肢臂力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每当有危难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的紧急救援队的战士们就是我们身边的钢铁长城。哎，这个最后一个动作稍微快了一点，冲啊 ！Go！ 好样的，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那其实呢，在地震来临呢，都说了，只要我们的房子更加的坚固，是没有问题的。通过这个在第二关不要逗留太长的时间，因为拖延的时间越长，对体能消耗就越大。你看他在每个扶梯这个抓手这个地方一步步前行，好样的，一步一个脚印啊，稳不得要稳，但是也得有速度，因为你现在只有53秒的闯关时间了。最后一根，你能行，抓紧啦，别松手，别松手。好样的，来到第三关。好，接下来疯狂转盘面前又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呢？来，加油加油，来到外圈，注意要把身体调整过来，
面对箭头的方向，你要蹲起来。他找到了感觉，做好报警了。来到第四关了，就是要为你加油打气，拿到我们的奖品。好嘞！哎呀！这太可惜了，这个主要是助跑没够，他的手抓杆上下分得太狠了。好，让我们欢迎神武传奇功夫团的各位高手们。哇哦！拔地而起，这就是所谓的高人吗？他们的平衡力要更加的好，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的协调。哇，后空翻，两个，三个，一，二，三，哇，让我们大开眼界啊！神武传奇，勇闯第一。好，来看看是几。三关，冲！好的，那么这位朋友能过三关，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热水器。哎，华丽热水器是不是你的呢？我们现在需要他的。鞋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需要的是他的这个手臂传奇。对。没有了脚下的这个弹簧脚，希望你有这个弹簧手啊。那么如果他们穿着弹簧脚要过关的话，估计难度就太大了。其实我们挺渴望看到的，你说穿着那么高的弹簧脚，夸夸夸的。那在第三关当中要注意身体的重心，现在的位置调的是比较舒服了，应该准备助跑起跳。报警！报警了！好嘞！恭喜你，现在已经闯过了第三关。现在属于你的时间只剩下了15秒，抓紧时间。哎。太可惜了，这个，很遗憾呢，时间一则也不够了，二则呢这个撑起来的冲的高度不得够，在这儿还是要有好消息，我们要送上啊，我们要送给你的是华帝的热水器，搬回家，恭喜你，冲，好，我们神武传奇的第三位小的，哎，第三位哥哥也冲上了赛道啊，好，现在大家告诉我们的选手，跑我们的赛道一定要注意一件事，就是把鞋带给系紧喽啊，准备好自己冲关的这个装备，还是冲光准备之前的很关键的这个准备动作。好，我比较有信心，这二关看来是完全难不住他了。看到神武传奇他们刚才在开场的时候给我们展现的漂亮的这个弹簧功，我就觉得在生活当中他们一定是非常快乐的在享受他们的工作。哦，非常幽默。来到中间，对，这个顺序是对的，但是你到外圈的速度也要稍微快点，然后把身体调整过来，一定要扒住了，这时候就得像壁虎一样的牢牢地粘在我们的外圈之上。你看他用的这个方法很聪明，是在一点一点调整，再调整方向，报警，报警了，好嘞！哇，恭喜恭喜！有奖了，华帝热水器你已经可以带回家啦。但是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消毒柜，没错，哇，你成功啦！我们现在告诉你，我们的华帝消毒柜要送给你了。接下来如果你能来到我和玲玲身边的话，我们将为你准备好集聚能量，奋力一跳，抓紧，好的，绳子，对，没错，这几步走得非常漂亮，太棒了，胜利的按钮，哇，不过我要告诉你一个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点遗憾的事情，你刚才爬上高台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敌人要把我们的华帝消毒柜送给你。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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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的朋友们，欢迎！罗基比亚！哇，完全听不懂。语言就是这样的神奇，你知道，并不需要知道对方说什么，只要看他们的表情，开心、快乐就好。感觉 ，Yeah。OK。Let me see。Four。Go。好漂亮的身材啊！我真期待他能够冲过五关拿到奖品。我们送走了5位来自俄罗斯的帅小伙，接下来迎上了3位俄罗斯的美眉，欢迎他。哦，这是咱们湖南红太阳演艺中心的俄罗斯演员。关的时候抱了下头，舔了个舔饭，然后很头疼，但是接下来呢豁出一切，结果顺利的来到第三关。我相信电视界很多美眉们都非常羡慕我们这位美女的这个身材，还有她的肤色。
我相信他接下来的朋友不断的给他支招，到外面，到外面，你呀你，小心点，好，你呀，快快快，等等，不知道我们这个俄罗斯姑娘她能够够到最后。你呀，在哪不耶？很遗憾啊！耶 ，Ready Go！ 冲 ，Go！ 冲 ，Go！ 小心，快点，快点，喂！明显没有适应我们的节奏。Go！ 好起来，好的，跳，再跳，哇哦，完美 ，Perfect！ 不错不错。哇，好快，真的好轻松啊，这完全是充分的体现了舞蹈演员这个现在好的这个有很好的这个功底啊，这五段跳跳的是我见过的最快的一个了。看看第二个，看看我们第三关啊，同样他落水也比较快。迎接好莱坞的巨星蜘蛛侠。哇哇哇，蜘蛛侠的好朋友也来了。哎，你是什么侠？大厨侠。大厨侠，哦，好了，对，拿到我们的聚能灶就能成为大厨。哎呀，好的，三二一，冲！好，我们的一位大厨侠非常勇敢的冲上了我们的赛道。哎，他就是想来拿奖的。哎呦，大厨侠，大厨侠变成了小水虾。哇！哇，真的太有意义了，你知道吗？生日今天，对，冲上我们的赛道。这一天来比赛啊！蜘蛛侠今天呢是把他的生日放到了我们的赛道上，这真是一个很难忘的生日啊！忘记了，今天是今年一的一岁，所以刚才也说了。我们希望蜘蛛侠能一直来到我们胜利的终点。我们看到这是蜘蛛侠的中国行啊，蜘蛛侠，蜘蛛侠加油，你的都希望能够送出这份生日礼物。要蹲起来，其实我们都挺替他担心的，我们正因为太希望他能闯关成功了，所以他在赛道上的每一个动作都牵动着我们的心。哇，看样子平常这个业余爱好，这个体育这一项也是必不可少的。助跑一定要够，然后要抓紧。好，究竟他能否成功过关呢？啊，希望他，哇，他现在已经到了第五关的台前，我们希望他能够成功。Spiderman， 哇 ，Spiderman， 对，这个我们在中国就喊蜘蛛侠，就不喊你 Spiderman。好样的，时间还有很充裕。现在时间非常的充裕，他提前30秒。恭喜你，现在五关全过，自然你也拿到了属于你的那份荣耀和快乐的奖品。男朋友也带回家给爸爸妈妈，看看漂不漂亮啊，别害怕，妈妈只是爱叫朋友，你就当让她回忆当初青春的年华。谢谢，谢谢我们所有的粉丝，我们带来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同时我发现了粉丝从中有两位资深粉丝，没错，就是谭杰希的爸爸和妈妈。欢迎两位来到中间好不好？来来来，我们聊几句，想对儿子说些什么？谭杰希加油，快乐冲关，谭爸最棒，金美露加油。好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既然这么多人喜欢谭杰希，接下来我们就用最热情的尖叫声和掌声欢迎谭杰希。好，不好意思，欢迎谭杰希的粉丝吴霞。啊，谢谢，谭杰希现在正在排练当中，所以说不能够来啊。开心啊！好了，那今天叔叔是来为儿子加油打气，来冲关，对不对？好，那来有请叔叔。嘿，谭爸爸，三关哦，加油！谭爸爸 ，Go！ 谭爸爸加油！好，宝刀不老的谭爸爸出发了。今天打扮的好青春洋溢哦，我看到这身西米露贺台，但上面还写着"
西式音节，弹指神功，西米露，弹指神功，好可爱。现在就需要你的弹指神功。第二关如果有弹指神功，那也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哎、不错哎，谭爸爸很厉害。快乐男生是一个见证梦想的地方，那我们的智勇大成关是见证西米露梦想的地方啊。嗯，好吧，谭爸加油，过三关就可以拿到热水器。来，谭爸爸，听着我们的建议，到外圈，到外圈，顺着箭头的方向，对，不要再跟里面纠缠太久了。谭爸爸，你可以先把腿放到外圈。对、哎、对对，小心，赶快，你还是要一鼓作气。外圈，鞋掉了，谭爸爸鞋不管了，回头让儿子。到外圈，谭爸爸现在，他又回去了。先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外圈。对，我们走外环路。好，好，外面的不堵车啊。慢点，慢点。抱歉。别松手！咬！妈妈用嘴去咬。这是第一个对我们的这个关卡如此残酷的选手，他用牙去咬。哎呦，刚才跳过去的时候，这个着力的地方不太好。哎，但是我觉得说他爸用了牙，童心未泯啊！快检查一下我们大力棒上面有没有牙和牙印。谭杰希加油，加油 go, Just go。 伴随着这首谭杰希的跑跑跑跑跑，我们的 fans 们也出发了，希望他们能够跑过五关。对，加油，为了心中的偶像，为了你的梦想，为快乐男生谭杰希加油。对，我觉得应该为所有的快乐男生，对不对？哇，对、啊、大家都在自己的舞台上努力，热爱梦想的男生们喝彩。对，大家都在自己的舞台上努力，今天这个舞台是属于你们的，你们也要努力。Go. Go. 加油，西米露！加油，西米露！加油，西米露！好样的！哇，厉害！哎，真的过去喽，来到第二关。在快乐男生实现梦想的每一天，加油，西米露！加油，西米露！加油，西米露！西米露！加油，西米露！加油！哇，真的好有气势啊！这也是一个高级女生啊。就差一点点 ，Go！ 大学生，我恨你！加油！加起来！加油！跳得很好，不错不错，加起来！加油！有女飞人的气质！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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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米露！加油！加油！加油！考大家的智慧，绕口令是的，对呀、啊。其实我都非常看好谭杰希。哇！天哪，耳朵快震聋了！亲爱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还在聊天吗？您还在吃晚饭吗？赶快走进电视机，因为最闪亮的组合就要出现了。有请！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来自于我们北京方阵的北京队，来自我们上海方阵的上海队。当然，这些美女平常我们只可能在网络上、在杂志上看到，今天她们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来到了智勇大冲关的赛道上。好，接下来要出场的就是 X Man 快乐男生李明明，欢迎。虽然不曾说相信你正在动，就算牵的不是我的手，我不真的难过。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上海方阵的上海队，那么他们三位呢都是来自于上海国际模特大赛的优秀选手，再次欢迎你们。上海上海选手。好了，那我们北京队的三位姑娘呢是来自这个第六十届世界小姐大赛网络赛区的选手。北京加油，北京欢迎您。好的，那么在我们这里要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哈、嗯、两队呢来进行过关，那每过一关得一分，最后在三组过完关之后呢，谁的分数稍弱一点就要通过我们的 X Man 来帮助了，如果获胜的话就可以获得华帝热水器一台啊。美女们做好准备了没？好了，北京的姑娘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啊，真的是好甜美的感觉。比赛正式开始。 Let's go。加油，我们非常可爱的喇叭花，冰清加油，冰清加油，长腿妹妹，这个舞段跳对他们来说应该不是难事，勇敢一点往前跑，
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好的，冰清拿到了一分。三二一，冲啊！跳！加油！来自于我们北京的世界小姐网络赛区的美眉们，真的是在空中飘曳，我们要提醒我们场的美眉们，一定要助跑，不能这样，这样你没有往前冲力。现在双方是战成了1-1。Just go！好，让他加油，杜鹃。哇，她的皮肤好白，我好羡慕哦。一朵娇嫩的杜鹃花。好，我们第二关提醒这个选手一定要有助跑，一定要有助跑。一分已经拿了，别害怕，一定要跑起来。不要，不要着急，像跑步一样的，右左右左往前一跳 ，OK 了。勇敢一点。哎呀，就差一点点呢，杜鹃。看见他们落水，真的是有这个怜香惜玉的感觉呀、啊。三、二、一，冲！加油，加油！那么面对漂亮的美女，我们的赛道也是非常非常的温柔，但是我感觉他第二关有戏哦。漂亮美眉们，一定要助跑，不能原地这样跨，原地跨是不行的，要跑起来。他们好像约好的都是用这种形式来落水。两队的比分是2-2。三二一 ，Go！ 好，在这儿我们要告诉我们来自北京队和上海队的两队的漂亮的 model 们，你们如果真的打成了1-1，那这 Xmas 他得过五关，你们双方才能全部拿到奖。站起来，站起来，可以的。你可是说了你要过第二关的，第二关要有助跑，不要怕。姑娘老漂亮啊，不要害怕，其实跨过去忽略中间的这些关卡应该没有问题的。好，踩稳了。这比赛进行到现在，我们不禁要为 X-Man 要捏一把汗了。来，三二一，冲啊！哇哦，太棒了，我们北京的这位选手呢已经出发了。看来美女都是拥有着长头发呀，不怕，勇敢一点，加油！嘿，能不能够创造属于你的奇迹呢？两队竟然真的打成了1-1。下面我们要期待的就只有 X-Man。哦，现在比分非常紧张，就是1-1。虽然是打平了，但是接下来就看我们 X-Man。如果说他能够冲五关，也是全关的话，我们每一个队都有奖品。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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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一 ，Go！还要听说明林也是这个朝鲜族的帅哥。对，哎呦，明林好厉害呀 ！Ready， 加油，要稳住哦。你的步伐已经证明了你的能力，但是接下来要看看你的臂力的再次证明。这一关是很多男生没有过的，要看你了，瞧瞧我们的快乐男生。抓住，抓住！好的，如果明林能够通过全关，明明你肩膀上的担子很重啊，你要闯过五关才可以为你所代表的这一队争得宝贵的一票。快，重心往低，慢慢调整到外圈，慢慢调整到外圈，来到外圈，来到外圈，来到外圈，加油啊！小心，把身体尽量蜷缩起来，这样容易控制住自己的方向。转向来，按照箭头的方向，没错。脚掌着力，注意找准目标，助跑起跳，抓住！哇，好棒啊！哇哦！看到了林林，就看到了我年轻时候的样子啊，非常勇敢。哇，好漂亮！帅帅帅！哇哦，比我年轻的时候还帅啊！帅呆了，酷毙了！我觉得这老天太不公平了，为什么有一张帅气的脸已经非常吓人，又会唱歌，又会唱歌，又会创作，又会创作，又会闯关，又会闯关，还吸引女孩子喜欢，对，要弹床上，还会做抓紧，不要松手、啊。他刚才已经抓住了，真可惜。哎呀，我真的觉得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啊！没想到我们的比赛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得不到奖品，但是明林今天真的表现非常好，所以再给你们一次机会。现在开始丢骰子，谁丢的骰子数大，谁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奖品，好不好？好嘞，五、四、六，可以了。喂！好，非常恭喜我们的北京队，他可以获得。华帝热水器一台，开心开心。好，我们大屏幕滚动起来，三好二一停，恭喜你们，恭喜小队，我们的热
线电话就是07318281800、8281900，又或者呢，您直接到我们的报名地点湖南长沙皇冠假日酒店生日啤酒吧就可以了，很简单。还有就是上到我们的精英网哦，同时还有我们的 QQ 就是8001500进行我们的互动，还有报名咱们的华帝厨卫给大家准备的非常精美的奖品。对，同时呢，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澳洲莱茵植物防晒 BB 霜给我们带来的夏日漂亮的健康肤色。谢谢。每周一到四的晚上7:30，我们的智勇大冲冠将准时为您送上精彩大餐。智勇大冲冠，精彩大餐。